三千成，这是我吃一半了。这个是芋泥的，这是榴莲的。我还是喜欢吃榴莲。满满的榴莲肉。看看。芋泥的它就是属于那种，不是很甜。比方说你就是怕长肉的期间，你就可以吃。但是有的爱吃榴莲的，还是推荐榴莲的，因为榴莲的好吃。吃成小花猫了。